检的这么的完整，检出事情嘛，其实大概做一到两颗镜头，一到两颗镜头就是这是一颗。那你们有那个 公司的那些字的标准字的字体，叫你们都要从头开始做完。对对。所以你们这样子制作的话，那你们每一支都要这样从头开始做，这样会不会效率比较低？就工作啊，这就工作。这就三颗，说你只要做三颗镜头，不用说。